头皮健康才是王道，知道吗？现在呢，我们在讲保养，不是只有脸皮的保养，因为脸皮的保养大家都知道，我们可以做好这个清洁啊，或者是洗把脸啊，或者是敷上洁净的面膜，可以让你利用泡泡的细致度代谢一些老废的角质。但是呢，脸皮头皮同一张皮，所以头皮的保养也很重要，尤其是头皮的洁净，我们可以在洗头之前先利用专用头皮清洁的商品先指腹按摩一下，按摩完之后呢，让你头皮的一些油垢啦，或者是脏污啦，甚至是有一些些许的老废角质代谢掉，这样子头皮健康了，你的头发发质看起来也会更健康哦。